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曼。今天我们来玩这一款啊，试玩这一款手机游戏，是一位观众推荐给我的，我还蛮喜欢他的画风的哈。那这款游戏叫做《爆头 ZD》啊，《生存者 VS 僵尸最终审判》啊，反正呢就是一款可能是横向卷轴的射击游戏，还有生存的要素啊，然后呢又有中文，所以说呢老头还蛮有兴趣的啊。感谢这位观众的推荐，那我们来试玩一下哈。好不好？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耶、yeah ！好，记住哦，你们现在看到这个滑鼠是电脑在玩的，但是呢，它是手机版，它没有 PC， 目前是没发现有 PC 啊。好，20187月28号全面爆发死亡之城啊！2018，我好恐怖哦！现在2018，哎，将99.9%的生物变成行尸走肉啊！最终所有国家走向了灭亡。啊，又是一个末日浩劫僵尸游戏啊！其实这个僵尸题材一直 无所不用其极啊！啊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必须集结力量，为了生存，用生命去战斗。啊，这个游戏玩法，看到这个剧情，大概应该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？然后呢，选择你喜欢枪支的类型。那、啊、不能多带几种哦，霰弹枪、手枪，我带手枪好了。嗯，发现生存者。然后它是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武器类型，然后再选择你的生存者。然后我现在拿到一个这个 C 等级，这是 C阶级的吧？一个生存者，弱弱的生存者这个样子。然后要怎么玩？滑鼠点一点吗？嗯，探索。他直接叫我进去探索、欸，哎，他也不管说其他界面怎么介绍之类的、欸，哎。哦，支援，哦，反正他叫我点什么就点什么。然后这个关卡散弹攻击一加两倍啊，就是每一个关卡好像有他特定武器的伤害量就对了。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怎么玩？哦、用滑鼠这样子玩啊、哦？等一下我用一下键盘哦。哦，开枪，开枪，不对啊，他这个不支援键盘，这样怎么玩？用滑鼠玩是可以啊，但是不能边走边射啊。哈哈哈哈，抱歉了，我那个键盘还没设定好哦。奇怪了，还是因为我没有打开的关系啊，我没打开的关系啊。哎呀，真的是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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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咬一下就死了啊、哦。原来被咬一下就挂掉了这样子。OK OK， 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可以认真玩了。好不好？我们可以认真玩了。那显示手榴弹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还拿到一堆奇怪的物资，从来没看过。而且你对着头的话，一枪就可以把它秒掉、欸，哎，一枪就可以把它弄死、欸，哎。有没有一枪解决、啊？没有啦，其实好多枪。过了过了 ，Victory。好，可以选择你要什么东西。然后如果有看影片，可以多选两个。好，如果看这边的影片，可以领取5个汽油，就是要你看广告就对啦。好好，不管，直接先回去了。这有点类似像偏生存养成啊，获得经验值增加啊。好的。好，然后这边可以获得主要的资源是玉米，好吧。攻击力增加2倍是我们的这把啊冲锋枪 M4A1 吧？哎、欸，不对，这看起来像 MP5 啊！啊，不管了，反正我没有那个武器就是了。哦，视情况躲避，而且它这个周围只有，应该是说它这个范围很小，你知道吗？你会以为那边可以过去，其实它那边有一道隐形墙啊，其实就是。你看不见的隐形墙，然后呢，会有一种状况，就是你以为可以往前走，就一直贴着隐形墙，之后僵尸突然出现，然后猛咬你一下，你就挂掉了，大概是这个样子吧。哎呦，好险，差点咬到我！麦尔贝嘎，好不？安呢就拍拍呢，好结束。我们又拿到什么鬼东西啊？我自己这个一局打得好快啊！开瓶器不要，
其实我懒得看广告啊，我真心觉得懒得看广告。啊，广告看了就蛮浪费时间的。各位黄师在录影啊啊，到底是要哪时候我才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啊？一直指定我做一些有的没的。湖边里有人呼救，快去帮忙哦！好哦，好哦，全部就跟着指示走就对了啦。好，更换弹药对付大量僵尸，本次可以无限使用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是强化过的哦。哦，原来我这个可以翻滚啊！哎，会不会咬死？哇，贯穿弹哎，好强的贯穿弹哦！无限本关无限使用，让你体验贯穿弹的威力。哇，这个神贯穿，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好猛哦！过了，前面应该都会让你这么的轻轻松松啦。哎，我获得一个新的幸存者了。好，我要招募他，反正我也没有其他人了。啊，就只剩他可以这样陪我了。只剩你可以陪我了，来吧。等级三，好哦。啊，又要收集材料了，怎么老是东西不足啊？扫荡僵尸，我哪时候才可以用别日幸存者？现在好像不行的样子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在这个场地的话，应该子弹就会消耗了吧？任务完成哦，好的，可以使用一次，可以这样子完成任务。好，那应该算是 Google 的成就任务啦。好，然后现在在这张图使用这个子弹，就是会消耗你的贯穿弹就对了。啊，靠腰嘞，抱歉，我太大意了。啊，刚刚怎么被感染什么？他说我一定时间之内没有回去，我就变僵尸，是不是？我刚刚没注意看嘞，这游戏还有这样子会被感染的啊？What the hell？ 哦，我又死了。七天内将不会感染，可以重新挑战。七天内不会感染，什么意思啊？所以说我这个不是被感染，玩得一头雾水，好吧？他是可能讲是说我们现在等级没有到可以一直被感染的地步啦，好不好？他大概意思是这样啦，哦，我就帮忙稍微解释一下 ，OK， 啊，帮忙稍微做一下解释，啊，我们就把这个强化弹用完吧。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关卡 BOSS 啊？其实我还蛮好奇的。好了吧，打完了吧，结束了。请选择奖励木材，啊，不是缺食物吗？给我木材干嘛？其实什么都没差，啊。升级水提水箱，提高储水量。升级，啊，各种升级，防御墙。升级，即将开始生存游戏，请记住以下三点。粮食为零，即结束游戏；使用饮用水为零也结束，耐久零趴也会结束。啊？等等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现在才真正的开始吗？所以说我前面都是在新手教学，是这样意思吗？哇，这边好多人啊！耶，我们没有木头了吧？我们有木头哎，欸。然后水井。我们剩一下水好了，好不好？农场也弄一下啦。对啊，这样子我们才有水可以喝嘛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这要66，这要66，完全不够。然后这是什么？哦，签到轮盘。哎，每日免费获得，这是什么？免疫？这是什么？最多五倍高级转，为什么我会有啊？啊，这要花钱，对不起，啊，这是需要氪金的，我不想氪金 ，I'm sorry， 保存一下好了。
好，然后这边呢还有订阅，订阅跟按赞会获得强化子弹啦，所以说这个你们自己去斟酌。好，我们刚刚任务获得的这个东西领一领，还有什么收件箱？哇，好多、哦！啊，这个疫苗没有有什么功能啊？他也没讲清楚，我要从哪里看？商店是在被激活后可以使用啊，然后怎么激活？长生处啊，这是我们的道具栏啊，长生处是道具栏啊。哦、啊，可以治疗被受伤的感染者啊。我是不知道怎么治疗啦，总而言之呢，耶、yeah, ，我们去外面探险，就这么说定了，好吧？走吧 ，Help， 这边要救人。他这个应该是显示会有人可以救，然后救到会变成我们的伙伴这样子，我们试试看。好，我们来救人了。是谁？没有装强化子弹，好像也其实也有贯穿效果，是不是？是我错觉吗？哎、欸，并没有、欸，哎，哎，狗儿不要，狗儿不要，狗儿不要，哇，这个狗，哇，这是怎样？完了完了完了，摸到一下就死了。这个，啊啊啊！这个狗怎么打啊？啊，靠背啊！哈哈哈哈。再次林北流母亲，气死了！直接强化弹杠上了啦，来了！等一下那只狗来，想办法先尽早把它解决掉。哦，有东西！哎、欸，别咬我，拜托，求你了！哎、欸，这次没有狗是怎么回事？好，我已经没有强化弹了。哇，这局没有狗狗哎、欸，那敌人是随机的、啊。哇，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人物了。哦，你不要挡住啊，我要看他是谁啊。哦，一个妹子，她是拿狙击枪的、欸，当然是要招募啊。我们那么缺人，怎么站？就是个妹子，当然要招一些啊，是不是？耶、yeah, ，回去。那我们等级四了。激活生存者，使用经验值可以提升生存者的等级。晋级，我还可以晋升呢。晋级，哦，变成二星幸存者，所有能力都提升了，这样。哦，可以极大提升战力，而且还可以减少粮食和饮水的消耗量。了解。啊，让我去看一下其他人也不行啊，在那边，我不要评价，抱歉，晚点再评。哦，终于可以开商店了，啊，就是要你花钱了。哇，这样 S 级角色啊，暂时用不到吧？那么早获得 S 级，你前面都是用捏的，是不是？啊，现在可以用瓶盖去买这些东西啊。哦，瓶盖的话，我们可以选择，我觉得应该是先增加资源吧。哎，不行，这300好贵哦，后面的东西好贵哦，就用瓶盖换东西的。所有生存者等级提升，好，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，弄一下好了。好，其他的之后再说。啊，像是道具20个瓶盖才可以换，20个瓶盖换这个20个桶哦，就是以此类推啊，还看广告可以获得的。所以说了，如果你们想获得多点道具，看广告吧。啊，那这是商店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哦，探索幸存者，要怎么探索？这是免费送我，哇，一张 S 加，这是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招募，哦，招募还要3000强化子弹，你现在在跟我开玩笑？啊，并不是你有获得就对了。好，再一次。啊，它这是多久会消失一次啊？10分钟消失一次，所以说我们必须花个3000强化子弹。3000强化子弹呢？啊，广告可以获得30，免费的是好像要领什么东西吧？啊，哇塞，坑爹啊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啊，这游戏玩玩就好，不要花钱，当做娱乐啊。我是比较推荐，就是娱乐，
当然你是想小花一下也是没什么问题啦，好不好？我个人觉得就小花一下就是消遣没问题，但是不太建议花钱就是了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以此类推是救人，这感觉好像是要打什么 Dragon 是什么？我们打看看 Dragon 好不好？试试看啦、啊、我们可以装这个、欸、开始战斗服。好，我们带一个战斗服，然后带什么？不要带匕首好了，带我们的手榴弹，一次可以带两个。好 ，Go， 开始。汽油不足，耶、yeah! ，太棒了，这个游戏，好吧，我觉得差不多今天先玩试玩到这里好不好？对啊，因为我只是想说试玩给你们看这游戏到底长什么样子啊。如果你们自己有兴趣，啊，你们可以去下载来玩，我会把这个下载连结啊，把它放在这个影片下方。或者是你们直接输入这个中文标题啊，也是会找得到的，好不好？今天影片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有订阅，右下角有喜欢欢迎下方留言，我是老头啊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或者是我觉得这游戏有什么另类的东西啊，会再拿出来拍的。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